哇，好像豆腐这样子。来来来，今天介绍一个名牌木瓜，夏威夷木瓜，在特伦甘露培植出来的，非常好吃的品种。你看我老板已经忍不住在吃这了。这些夏威夷品种的是骗不到人，看它的果肉啊就知道好料啦。这种透明你可以照吃，它是那种糖分来的，看到吗？几香几滑，哇老喂！哇，好像豆腐这样子，完全是哦。看你这样挖都不用咬哦，它真的很像豆腐。很香很甜。哎，我感觉你没有在咬哎。香的甜呢，根本不用咬哦，直接就是化在你嘴巴里面。它就好像那种很香很滑、无根无杂的芒果那种感觉，总之是很好吃的木瓜，而且是没有抽筋味的。吃到皮有甜哦，哇，哎，直接挖到皮有哎。对啊，够甜。是这个木瓜，它关键就是切一半用汤匙挖就好了，不要去皮吃，你去皮不好吃哦。夏威夷木瓜，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也要开吃啦。